会啊，给他一点时间啊，他也刚出生，给他一点时间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但还是当然还是想要，对，那么可爱，对吧、啊？应该多生几个，生个篮球队。新手爸妈有目前最崩溃的事情？我觉得也没有很崩溃，我其实很开心。对，我觉得当了妈妈好像改变了我的人生，就是全部都是 Petia， 然后全部都是宝宝。我相信所有的妈妈们都是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妈妈都很伟大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累吧。对，但是累是值得的。对，你看到对睡不饱，但是你看到宝宝你就会忘记就是有多么的累。爸爸，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 hands on 的那个爸爸，对啊，他有什么东西他都会帮忙。我觉得我给他，9.9，对，这个太高了，这个10%，这个太高了，对，我谢谢，好不好意思，谢谢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觉得他是最想妈妈的，就是。真的最辛苦，所以他刚给我一个9.9分，我觉得有点，我真的好不好意思啊。对，不要不好意思啊。OK。哦，他是满分，他是肯定是满分，对啊。因为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他在那边，对啊。所以我刚刚都有点不好意思，我说他，我刚刚以为是那种，他会说2分3分，他就给我一个9.9，所以你太爱我了。请用三个字形容我。帅气。就是他就像运动啊，他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跟我比较这样子，可是他又比我那么高那么多，然后又壮那么多，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不公平，你不觉得这样子很那个？而且他也不会让我，重点是对对，这要说出来啊，不会，对，很认真，非常认真，就是对运动精神，可是很可爱了，对啊，就是他很对。请用三个词形容我 ：sexy。妈妈，其实平常对我来讲都很性感。有时候以前我才在煮菜的时候，如果穿的露一点，好，然后那我就性感的感觉。好，不能讲太多了。但是比如说像穿上，比如说一个 sexy 的运动衣，就是因为他屁股很翘，所以我是很喜欢比较大屁股，就是那种我就觉得很性感。对。